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36集。我们今天的话呢，再把镜头带回到魔方的空城金刚小队当中的第三款。这个是名字的话呢，他们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非常帅气的，叫做推土机大师。这一款叫做挖掘机大师啊，后面加个 master。这种命名真是简单明了啊。然后呢，附带了几个配件，还有一个砖头。人家说砖头是男人的浪漫，我也不知道砖头到底是浪漫在哪里啊？究竟是还说我不是男人呢？反正我是不能理解了啊。然后这个是合体的时候，要成为手臂的这个部分啊，砂锅大的拳头。那么这一次的两个玩具呢，其实呢，它的变形思路啊，下半身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上半身呢也有大概80%甚至更多是一样的，两者的造型都很完整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空洞，比较松的部位呢，可能都是腰部啊，但是这一款的话，推土机还好一点，这个挖掘机的话呢，比较容易去松动啊，这个地方啊，不晓得是紫色的塑胶有问题还是怎么样，然后都佩戴了一把小枪，小枪的话呢，你当然是可以交换拿的了啊，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的背后这个耙子啊，是要自己再装上去的，比较容易去掉啊，有时候会掉啊，并不是每一次的，然后可动的话呢，都很好。头部是一个球冠，然后这一款的一个球冠比较容易去掉出来，面雕非常好看啊。这一款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款，非常雄壮威武，胸口也做得很大。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往前伸的一个关节，但因为胸部实在太大了啊，所以还是无法两手持枪，做不出人物卡上面的那个画面。两者都是一样，腰身可以动，膝盖都可以弯超过90度，有很好的一个足部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然后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讲解的啊，因为整体的素质还是非常一贯的优秀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废话不多说，直接的呢来给大家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因为这一集的话呢，我已经录了好几遍。之前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麦克风啊没有电了还是怎么样，没收音，没收到啊。我们先把这个手部的话呢，拳头给收进去。这里的话看一下这个关节，在这个地方，穿着一个部件，把它给分开来。错不开是怎么的？连手臂这个关节都打不开还得了？然后的话，我建议啊，是手臂朝内收进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完整度比较好。这个自动变形，因为说明书说它是要拿下来的啊，终于它发挥自动变形的功能。脚的变形呢，两者都是一样。我的习惯呢是先把它膝盖折90度，方便我们这个地方推出来。然后呢，这块部件反折，利用内部的双动关节直接往上提。我们这一块凸本来在下面这个缺口，现在要提到上面这个缺口。然后这个脚尖跟脚跟一样，都是先收起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脚后跟啊，就这履带这个部分啊，推过来，跟它完成是一个造型。腿部把它给打正，就可以把这个部件给推进去了啊，往外推出去。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这里是一样推进来，折进去，脚收上去，往上面抬上来。到这里，然后呢，这个鞋尖跟鞋跟都给推进去，然后的话呢，把这个鞋后跟呢推到前方来，跟它形成一个造型，然后呢，两腿做一个打开，裙甲的话呢，把它往前面推下来之后啊，打平之后呢，两侧都有这个零件放下来，然后呢，把这个腿啊到这里做一个预备，接下来我们就要找这两个凸的一个结合点了啊。它的结合点呢，在它的身体的上半部，把这个胸口给打开来。胸口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啊，稍微的去做一个翻转，这个地方，这个部件，这个中间这一块很紧啊，这个凸啊，突然抠不出来是怎么样？哎，推出来，推出来的目的呢，是我们要做这么样一个翻转，翻转进去。然后的话怎么做呢？这两片部件往内折进去。折进去之后呢，这个两个洞就是要给这两个紫色做一个结合的，然后这一块凸呢要跨过这地方到下面把它给夹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做，把它给掰进来，整个推进去，然后在这边我们让这个灭霸萨诺斯呢跟纳美克星人呢做一个结合，然后呢前面这个有倒钩的部分呢把它往内给勾进去，从这个地方两侧都是一样的啊，这样子按进去，好，捏一下 OK 啦。它的一个下盘的一个变形呢，就算组合完成了。然后上半部的变形呢，也是比较简单。首先呢，它这个头啊，这里有个滑槽嘛，我们把它往内滑进来。
然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把这个上半部这地方反转180度啊。再来呢，怎么做呢？这里先讲这一侧好了，这一侧比较简单，我们连着这一块关节，连着这一块部件，整个的往内推进去，整个的往内翻进去，翻到这边，好，整个推进来。然后呢，我们它的一个结合的，它是有一个凸，把那块凸记得，把这块凸给转到上面来。你也可以先把它转好，都可以。那这边推过来的时候呢，要记得它会卡住，我们要先把这块部件推起来。这块部件啊，这里有个小部件，我先把它给推出来好了。这个密合度是不是太好了一点啊？哎，我都抠不出来。这块部件呢，你要把它往前面推，推平，推平。这块部件呢，才能够没有被阻碍。如果你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把它恢复原来的位置，它会有一个小凸在这边，它会妨碍到。所以我们先把它给往前面推，然后呢，这个部件呢就可以一样的。把它给往前面转，那我先把这个凸给转出来了啊，直接整块部件往前面推出来，哎，到这，最后的话就怎么样呢？这块部件最难的就是这块部件，这块部件下去，这里有两个凸，这两个凸要扣这两个绿色的洞，这个地方是最难的。它具体来讲，这里的多重关节怎么样去做呢？它这里算三块部件好了，第一块，中间第二块，末端第三块。我们先把二三片呢这样子打一个垂直的90度之后，然后往下下去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往下抵到底，你要到这边的时候稍微往上推一下下，但是你要保持住什么呢？保持住二跟三这两片是垂90度的，这个角度下来的话呢，这个凸跟凹呢就会完美的到一个它应该有的位置，就能够很轻松的把它给扣上了。这个地方呢，说明书是没有办法去跟你们说明的啊，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地方扣上好了，然后把它捏紧一点点，最后就是把这个顶盖啊推过来，它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就把它给扣上，这样子。这里是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到位。它这款玩具的肚子里头啊藏了很多的东西啊，这一语双关了、啊，这个玩具肚子里头藏很多东西啊，就把它给全部推到一个定位，到这边。好的，这一款这个挖掘大师的一个变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上面的塔台是可以动的。好的，我们都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啊，下方没有任何的这个轮胎啊，就直接是一体成型的了。到这吧啊，加紧脚步，我们接着呢看能不能在我的这个相机过热之前呢把这一款也给变完吧啊。它的手臂呢收的方法不太一样，但这一款更加的简单，一样推荐啊，手肘先折个特殊的角度，会比较方便我们做一个收纳。这个腿的变形呢是完全一样的啊，两者的变形完全一样，把它给往上面推上来，这里给压进去，鞋尖跟脚跟呢做一个翻折。那么这一款的话呢，这个鞋尖可以直接推到定位无所谓啊，因为它没有一个还另外需要扣的位置了啊，这里一样啊，把它给推到上方这个位置来，然后脚尖跟脚后跟都推一下到这，然后一样双动关节把它给打开，裙甲的话呢往侧边翻出来之后，这一个两片的小部件把它给翻下来，然后脚啊看到没有，这个跟刚才是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找个东西让它两侧扣起来，东西一样在肚子里头，一样是在肚子里头的，我们把这个部件稍微推一下，翻折180度，整个的这个耙子呢先翻出来。这个时候啊给各位提一下，这个你要保持住这个推的这个部分啊，它是可以活动的啊，它有时候会推到前面，有时候推到后面，因为看你这块翻出来的时候一个手感了。那一样的话呢是把这一块凸啊给翻到下面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凸跟凹的位置刚好就密合了。如果没有密合的话呢，这两片部件是可以旋转去做一个调整的啊，非常的简单，并不复杂。我们就是把它的肚子里头这个东西给翻出来，然后呢这个两片的这个推土的这个铲子的部分把它往前放吧。接下来的这个头啊要记得翻180度啊，按照它的说法是要翻180度到这边。然后手部的这个地方的变法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到时候变形的时候呢啊，它是以这个形状，我们先把这个地方都稍微折一下好了，它的最终的一个形态，各位看一下，
最终的形态是，我们先把后面这里整理一下，这样子。它的话呢，一定是这个顶是朝上，这个两个凸朝上，然后两手的话呢，你转到一个两手可以合并的位置，这边，它一定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组合方法啊，没有其他的组合方法，就这样子把它给扣上，然后底部的话就会有两个凸跟两个洞在这边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怎么样呢？把它呢，因为这里的多重关节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就把它往前面推过去，推到它这个地方可以扣上就可以了，就把它给推进去。那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们是看不到的，你只能够是凭感觉去把它那个凸跟凹给扣进去，到这就行了。那最后这个板子的话呢，因为就是这个地方，这里不是有两个凸吗？就扣进这里有两个洞，就这样子把它往上给扣进去。OK 了啊，那么这一款推土机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达到高潮了，然后这个把由上往下压紧一下，然后这个顶盖跟这个地方看似有个凸，其实顶不到啊，看似有个凸但其实顶不到，人生最遗憾的事情可能这是其中之一吧。好，那它的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那都没有轮子啊，所以就没有什么滚动性了啊。那可动的话呢，这一款就前面这里可以稍微动一下，但是一体性非常好，非常的扎实。这一款的话呢，这个是耙子比较容易去掉，上方塔台可以转动，然后这两款体型都非常的小啊，相较于他们先前的这个水泥搅拌车或者是这台轮式铲车更大啊。这一次的两个家伙袖珍可爱，变形可以说 80% 以上的思路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 90%， 或者你觉得它完全一样都是可以的。那今天的话呢，就一口气的呢把这两款玩具呢一起录完了啊。魔方的这个工程金刚的合体又朝站起来的那一天迈进了一大步。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